小心！舒恒，舒恒，小心！还好吗？我没事。哎！受伤了，张叔，偷袭我们、去找医生。哎呀，你受伤了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你赶紧走啊！这张长月，这太迟了。今天终于人赃俱获了。勾结日本人，通敌卖国，罪不可恕，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哎，这。张大专员，我看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吧？要多少钱？你开个价，就当今天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你看怎么样？赵长月，你以为什么事情都可以拿钱来解决吗？不，好吧，看来终究躲不过，我认栽了，来抓我吧！赵长月，你疯了吗？我怎么会疯？识时务者为俊杰呀！来，抓我！你敢杀人灭口？你竟然杀人灭口！怎么能说我杀人灭口啊？这明明是你开枪打死的，怎么能说是我的？你！孙妈，老爷您没事吧？没事。赶紧去报警！不不不，你赶紧给高处长打个电话，让他派人来快一点啊！好好好，去啊！我去。知道你一直对我有成见，想整死我。今天幸好有我的司机舍命保护我，否则今天死的人就是我了。赵长月，赵树恒，你有什么凭证证明赵老板通敌卖国？你虽然是我们中统的人，杀人也得偿命。带走，放开我！我没有杀人，是他，你们应该抓他。舒恒，让你猖狂，这次终于落我手里了吧？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！你跟赵长月蛇鼠一窝。你说什么？快追！
楚楚，楚楚，老爷。啊，孙妈，楚楚去哪儿了？小姐，她很安全。安全？等你把盘尼西林的生意拿下，我保证小姐毫发无损的回来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是谁？难道你也是日本人？老爷，很意外是吗？我老实告诉你，我奉将军之命潜伏在你身边多年，就连周氏都不知道我的存在。聪明的话就按我说的去做，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女儿。何队长，你是大白天的带这么多人闯进我家，不会是张书恒又让你来抓我吧？沈老板，这次真的和你没有关系。张书恒杀了人，月牙在逃。啊，张书恒怎么会？啊，没事，爹，书恒出了点事，调查局来找他，我来处理。啊，于叔，哎，你扶我爹回房休息。老爷，好好休息。丽儿啊，别乱说话啊。放心吧。来吧，老爷。何队长，书恒怎么可能杀人呢？拒捕逃跑。不，他杀了人，你怎么跑到我家来抓人？您不会以为我把他藏起来了吧？杀没杀人，只要找到他，不就真相大白了？他在重庆只有你一个好朋友，兄弟也是奉命行事。沈老板，窝藏嫌犯的罪名可不小，你把人交给我吧。何队长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的下落，怎么把他交给你？你们要是不相信，那你们搜捕。得罪了，走。是。